做个上好、上标准的人，今日的中道就唔免做分母。今日的大赢家就是侯奕信。祝恁个破破破破大意。真的很空旷。真的有餐厅呢、欸，来咯，就是来这吃中岛、吃南非菜诶，看到无南非小屋，你看这足甜诶，安静怎么讲？足清幽诶，拄只这个莲荷园是伫咧桃园诶，所以这间就是桃园诶南非菜。嗯，没吃过南非菜，不会，第一届诶南非体验就伫咧这，走。走，我们不用护照就可以到南非了。系啊系啊。庄、啊、老板，再给快一点。光光什么东西？你看够了、啊。哇哦！哇，你看这个景，是有鹅的，算鱼温。这是灌排。先来一份沙拉鲑鼻，足香，酸酸的味。哇，你另外有叫一个 cereal 的。碎片。骨片吗？嗯嗯，这个 view 足清幽足好诶。哦，好饿、哦。很酸。很酸哦。嗯，嗯，谢谢。它的香甜的感觉，可是还是很酸。嗯嗯，本质是酸的。加了它这个酒，还有很多菜哎。还有这个厉害的饮料，这大个爱带皮儿350块。这个是南非才有的茶，土话叫做卡鲁卡，茶里面加的柠檬。老板说，其实柠檬比茶还贵。对，可以用五指柠檬来喝看看。干杯。淡淡柠檬味，不会很酸，蛮甜的，算是好喝的。对，南非英式风味炸鱼排，这个就是 fish and chip， 大家都知道吧？鱼排上面有他们特制的英式酱。嗯，然后我下面水蜜桃啊，忘记了，这个是酱比鱼还贵。对，这是酱比鱼还贵。所以为什么李岩会输掉龙虾三争霸？因为他没有完成那个酱汁，所以说那个酱汁呢，灵魂一定要吃一酒看麦。哇、哦！我都听得到那个声音。脆脆，哇，好脆哦！皮弄得很脆，然后但是里面的鱼很嫩，不会炸得很老这样子，处理得非常的好。好，再给块拌面。看到吗？哇，这是我吃过上好吃的 fish and chip。嗯，它的。好嫩哦，是鳕鱼吗？嗯，它酱有一点，嗯，那个酸就是很搭。真的很好吃哎！试试看薯条。哎、欸，那个酒精的厉害。嗯，好，薯条不行。嗯，我们看薯块。薯块，嗯哼，因为腌的味是来了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嗯 ，much better。刚吃薯条，薯条一个那种比较老的味道，吃起来就不是很舒服。但是如果是吃薯块搭配这个酱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。哇，这个酒精的是本体耶，嗯，很好吃哎。南非西班牙焖鱼饭。香焖鱼饭是用那个姜黄，这里的拿手菜之一，非常的多人吃。一样，香料比饭贵，所以我们就吃香料不吃饭。你怎么挑香料吃？饭店不吃。我们说说香料。嗯。香料的味道很重。准备一个素煮。哦，一锅巴就好起来。没有。口感非常的好。嗯。大概可以有80分啊，以饭来讲的话可以80分。有一点像米糕的味道。嗯，好吃。南非印式香料风味虾，印度香料酱虾。哦，就它嘞。它的酱料非常的甜，处理的算是很不错，东西也很新鲜。我感觉伊的酒就特别嘞。嗯，然后老板刚刚有说就是可以拌饭一起吃，这也是好吃的一道菜，推荐。南非起司橘时蔬。嗯，我算特别好，味道不重，就是即使是这么多的那个起司，可是它味道是不重的。蔬菜的部分不会太烂，嗯，还可以。但是因为度假期待较好食，所以就有一点仔扛起这个菜了。南非德国起司鸡肉堡，为什么又南非又德国的？可能有比有掺掺，不然南非也是大熔炉之类的。胡椒味蛮重的，但不是非常的辣的那种，就是胡椒的香味。你吃鸡肉了吗？我吃了，嗯、很好吃哎。嗯，鸡肉很嫩。你的鸡肉感觉有腌过？是。
啊，伊个鸡巴有四过更正，所以食落去是有足重的味伫个包内底。嗯，好吃。然后又很嫩。吃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老板有交代，就是不要拌，就是直接拉，直接捞起来直接吃。耶，讲完喽。OK， 投票。投票。投票。台湾人都最爱投票，一人一票。嗯，每票同值。选什么？选哪一个最好吃？不是，这个是个人主观，你想介意。对起来，讲出来。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有特色，所以我觉得我要把我最重要的票投给柠檬汁。其实实在是好啉啦，你投的我也是心服口服，喝一口。嗯，我最喜欢鱼排，真的很嫩又很烫。很烫是重点，食物就是要烫才好吃。我下次带你喝岩浆，一辈子只能喝一次，就没了嘛，喝完就没了。我倒的就是，锅下吹落去，我自己控制就好。必须吃，有两票了哦，极限破台语真心推荐。一定爱点伊个酒是一绝，一绝我不会讲台语，比好食搁较悬的意思。因为马来西亚以前是英国殖民诶，所以我食过足济足济，这个是我食过上好食的，介绍我大家。今日的 vlog 就到这咯，后盖介绍，祝祝你，后盖见，拜拜。